陪伴许多老玩家的童年回忆之一《疯狂坦克》回来啦！《疯狂坦克 V2》将以重现初代的辉煌为目标，参考了《疯狂坦克 Blue》以及时下流行的现代游戏机制，让这款新作保留系列精神的同时，也能够跟上潮流。例如新增的地形破坏机制，当地形受到炮击后就会及时改变，玩家必须要因应随时变化的战场来作战，并熟悉坦克属性，找出适合自己的坦克。单人或是四人线上组队，以策略和胆识巧取对手。看到如此熟悉的画面，准备找回当年的老战友，一起回到战场上同乐了吗？